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范卫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36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站本赛的对局，很高兴能够和丁烈六段一起为大家讲解。丁烈你好。围棋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咱们这个天元站也是中国棋界传统的赛事了。36届了，今年是。而且它是为数不多的挑战制的比赛。对，天元和名人嘛，名人也一直都是挑战赛制的。对，现在天元是谷子豪，对，应该是谷子豪是在任的天元吧。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本赛的比赛决出一名挑战者去挑战上一届的冠军对，谷子豪九段，三番棋，对，3局2胜。对的。那么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年过后的第一场比赛。对于很多棋手来说，对，这个是在中国棋院2楼大厅。对，反廷玉九段，刚才是丁浩，是我们今天现在要讲的第一盘棋，是丁浩对荣毅的对局。没错，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两盘焦点对局，这是杨鼎新九段，这是范英。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个还比是在赛，线上举行。是的。好，那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盘棋呢，是丁浩和荣毅的。丁浩执黑这盘棋。对，可以说这个从去年开始，丁浩的这个战绩是非常的，对，应让该人可以说是，是眼前一亮。对，去年拿了3个全国冠军嘛。没错，而且晋升为九段。这个水到渠成的事儿，这是早晚的事情对，因为现在这比赛都算计入到升段成绩嘛，他能拿3个冠军，肯定是会升段的，而且在围甲中的战绩也是非常好。对，他是杭州那个队的主将嘛，没错。那么荣毅可能，大家对他的这个影响不是那么深也是多年围甲的主力选手，深圳队的，没错，也是七段对，容易七段。成绩这2年在围甲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好。没错，对，那也是咱们这个棋手的中坚力量了，算是，对，是多年的围甲主力。那么这盘棋呢是荣毅的白对，棋，丁浩黑棋。我们来看一下对，按照现在这个嘛。丁浩的势头来说，我觉得荣毅应该是属于冲击的这一方，对，但是容易，我感觉他挺稳的，他这个对他们棋风好像也是偏稳健的，比较均衡型的棋手，那这种棋手，我觉得一般都比较难对难付，对付，对，就是很适合拉锯战，对，也不容易犯错，很有韧性，然后白棋尖，黑的这边选择大飞。哎，这个大飞比较少见哦，一般拆二比较多，现在，2多吗？我以为是拆3呢。那拆2，反正感觉都很常见吧，都很普通。大飞以前好像的理解是有点担心 b 主，是吧？这棋形感觉上再补效率不高，不补的是的，话好像有弱点。但是 AI 我记得就类似于这样的棋形，AI 之前看好像都推荐这个。拆得比较远，拆得更远一些，对，但这大飞应该，我感觉是都差不多吧。对，以胜负前，不在此处。对，大飞他就是强调下一手可能从这地方逼过去，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形状。比如说这逼完之后，这地方一手，这个配合就看上去就很不错。这是一个宝塔的形状。对，感觉就效率也比较高，很舒服。有高低配合。对。可能比这个拆2、拆3啊，下一手棋在这条边上的发展来说，可能会下一步会更好一点。当然，同样它的弱点也很明显，也就是说这手棋其实放大了这地方的价值。有6B 吧？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白棋没有跟着下而白是在这棋里，是先挂角，选择了挂角。守一个，然后还是去点个3-3。
白棋这战略，容易是白棋吧？对。是不是比较有针对性？一上来一个哦。星，不，一个小目三三，嗯。然后点个三三，感觉上好像，反正自己没给留给黑棋点三三的机会。啊，是不是还是比较偏重于实实地？地，对，好像拼实地拼的比较凶，也是体现了他的一点风格。先捞后血，或者是，反正现在棋手还是爱实地的比较多一些。好，那黑棋是选择了挡在了这边。对，这个大家就都非常熟悉了。这个一般定式。是选择飞的。白棋顶完班。实战是下了一个十字的那个定式，黑棋马上就搬完段，对，这也是局部比较常见的定式之一了。那接下来白棋是是，吃，那哎，白棋转吃身这个的，也有啊，也是可以的，这也是一种定式。但是吃这个呢，就把棋子转到上边的一种选择。这个定式还很常见。而且白棋是不是现在争子有利，所以他更倾向于选择这个？对，甄子不利好像不能这么下吧？有点亏。那就是不能嘛，亏了肯定不能接受啊。对，这个定式大家确实要注意。刚才说到这甄子问题，甄子不利的话，甄子不利应该可以搬这个吧？也有这种这作个战是家。能下要，那也就是说甄子不利也能操作。就是以前我们记得定式都是飞这个，所以说这个甄子很重要。这个如果被甄死，这白棋肯定是有点亏。这黑的太舒服了，以前定式这样嘛。对，如果争子不利的情况对，下，黑棋，黑棋是飞一手。对，那实战的下法之前有出现过吗？很少见啊，我是没有见过，对，主要是不读书不看报不知为道是主。不是最近打谱少的原因，实战这个容易是大飞，但这个肯定是有研究的，它不可能是心血来潮下出来的。没错，对，虽然有备而来。我之前确实也没见过，那肯定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见过的，对，有研究的。黑棋如果打的话，白棋一样还是长出来。对，你争不死我，你争我肯定是不像好棋吧，显得有点俗。因为我下一手长多半是先手的权利，这个子有点怪，有点帮白棋走棋的感觉。对，因为我们知道定式飞黑的也是飞嘛，如果白棋大飞，黑棋也飞这个，白棋可能就觉得他这个速度快。我有点理解他的意思，可能就这样脱先会好一点，因为这样的话黑棋飞过来以后，这地方黑棋走这个。是黑棋的一个后续的手段，对白棋上方这个定式还是有一定的压迫性的。走这好像生存环境会好一些。你再逼我，我的眼位各方面好像都明显要好。看起来是这样，我觉得可有能道理。是这么理解的吧。有道理。对，所以黑棋可能也不肯这么下了。黑棋如果这么下，白的肯定就脱先了。所以黑棋实战下的也好紧凑对，很啊。直接。在这个靠，对，其实这个白棋这个大飞跟小飞，唯一的就是这个地方差别还是有点大的，好像黑因为只棋有靠。就是靠，得靠吧？如果不靠这个，好像怎么看都觉得白棋大飞比小飞好。这样，好像是看半天就觉得白棋大飞是挺好的，只是所说黑以，棋这个靠是针对性的一手。直接出击了，选择，也只有搬这个吧，就搬这个。对，是，然后黑棋是选择了连扳，选择了上班。那其实也不知道能不能挖，因为挖，首先你挖到也不知道便宜也不不见便得宜，便宜有没有可能挖不到？我不知道这些有没有你可要能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铺一个。铺一个看起来还是挺紧凑的，因为现在黑棋没有劫嘛，只能提。对，打因的为时你不候，可能长嘛，长我提掉就一样的，你就等于你白扑了我一下，对，只能提，因为出其无捷。但这个棋，问题是你打我肯定还是要跑的，我不会给你吃掉，对。你粘也不好意思粘。如果黑棋粘回去，这个棋形还是有一点点凝重的那不粘被我提一下，也
也轻不到哪儿去，也很凝重。对，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可以好轻点像黑的不行，我觉得好像这铺挺好的，铺一个，有点怕这个铺吧。确实比较难想到，因为这个词好像副作用，就对，是我让你在这多一个，这个词是副作用。对，这个或许就是他的准备对，所以黑棋，我们这样看这棋实战下其实挺有必然性的。这样也不能挖，不能挖的话呢，搬这个应该是搬。比对，较好想到的。然后这个时候，那实战就打一下，对，因为你如果先再长的话，这个就可以挖了。这个再挖，白棋就不舒服了。挖粘主要也不好补，这是个对，鱼形，脚上被扳，将来还很难受。所以这变成一个要点，这必须得防必一下，须得。打掉一下，然后退。然后黑棋继续再压，对，很紧凑啊。再压白的势必是要反击的，对，这再退就显得有点软了，搬起来。搬起来，然后黑棋马上就断了，对，就这个断之后的下法，其实挺值得咱们棋友大家学习的。他其实断不是为了跟白棋战斗，是做好了去被吃的准备。就是送你吃的，我这个棋对，是，送你吃的，就是但是给你留下一些借用和味道。那他获得什么好处呢？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好，这棋白棋要吃黑棋，肯定把你打到二线就上，打到二线，这是咱们狮子技巧，对，把对然方往后黑一线棋上改，就拐一那下，我就尝，看上去好像是一种好像要爬入做活的样子，对。但是这肯定不能，好像活也活不了，爬也不白棋够是可吧？以扳住，对，爬半六天。个，爬半天还不够，对，那他为什么还要爬呢？就是说这个棋不能让对手吃得太干净。我们看实战的操作啊，他当然拐完打先手，然后打了压过来。这么简单的处理吗？对，他就是这几个子看成一种交换。因为没有这几个子，我们看从这个段开始，本来直接他也想搬了压，那直接搬了压的话呢，白棋的棋形是长成这样的。那这个。白棋本身也抬在四路，这本来就是白棋的空，所以它断几个实空上其实是不损的。而这样的话呢，白棋的味道是非常干净的，没有这任边何黑棋全都的，是后手了。没有任何的借用了。你再走什么，对白棋影响都不大。是的。但经过实战的这几手交换啊，断、打这几手棋，拐长，对，然后打了压。首先这个压呢。白棋这个棋形啊，也是不能脱先的。如果脱先的话，黑棋有一个顶的手筋，这有点是扛不住啊。对，这个白棋只能是让他一下对，子这我就退回来就封行，住或了。者跳都行。这个白的一下子，我这太大了，这个你还得拐吧？你不拐就被我夹一下，直接就吐了。我长也行，或者我脱先，我已经便宜很多了。白棋这个投进去了，太别了，所以实战呢，白棋还是在得这补，补一手，补在这儿，补一个是正常分寸吧，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但是就这个，其实也就从这个段开始啊，不断跟直接搬，它的手数是相同的，也是黑棋获得了一个先手。那我们跟刚才直接搬相比较而言，黑棋将来这地方就有很多文章可做呀。其实就相当于刚才压成这样，然后白棋跳，然后黑棋对，断两断下了之几个后，交换嘛，哎，这一就这下，三个字哎，交换。这里就变成有先对，手我将来有先手有点，哪怕我上面走过来，总是白棋多多少少还有点顾忌的地方。哪怕说这个万一形成了结针，这样我也有很多好的劫材。哎，对。刚才那样下白棋超级厚，完全一个劫都没对，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是下棋当中的一种比较高级的一种战术啊，就是职业棋手他主动选择弃子的一个思路。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学对，习这是便宜了这一串，弃掉之后是便宜的。然后黑棋是，黑棋应该是围了一个。对，走在了这样的一个选点。看上去蛮嚣张的一个训练。对，这个我记得以前围控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过，就是这个围控的分寸。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
准确啊，但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就是找你这个自身的这个两个头，对，它这个可能是看到这儿，哎，这个头跟这个头的一个中间点选了一个。哦，看来咱们都是科班出身啊。哦，都是学的这个吗？不是，我好像不是这么学，但是这个理论是这样的，是这样没错。但是我记得我们老师跟我说的是，倾销的时候要怎么去判断？哦，我怎么往里调？要找到对方模样的两个头的中间点，那样调，那是这个分寸是安全系数和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地方。你走深了容易危险，你走浅了可能效果不佳。这么说的话是往里调，唯有这个道理。但是围棋不还讲究这个敌之要点就是我的要点吗？对，所以我觉得反过来也是通的。是的，应该也是这个道理。对，我在往里围可能就围少了，我在往外围就中间会出现很明显的那种漏洞。嗯，对，但是就说这个围它这地方好像还有点薄，有稍微有点介右。嗯，但暂时好像应该也问题不大。嗯嗯，其实这步棋如果能成控，我是觉得效率相当的高。嗯，这很高啊，这白的能接受吗？这么所以这步棋的选点还好吗？能围住就是好哦，如果能围住我觉得还是很好。嗯，我就是觉得 AI 出来之后其实对大家这种围控或者补棋的手段的效率的提升好像都挺有启发的。嗯，有很多以前的定式现在被淘汰的原因都是因为补真子的时候，以前我们总觉得提调干净。哦，对，一些基本的定式是 AI， 我看很多 AI 的补法就比较天马行空。哦，补在尽量的往外，外的很多，有时候甚至于往中间就扔一个啊，好像确实是效率会好一点，比较积极的下法，更追求效率了。嗯，那么这个接下来白棋这步棋也是下的，似乎是不管你这个 K 棋这边怎么操作了，反正我是稳健一子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容易风格其实挺稳健的，我觉得。挺很扎实，嗯嗯，也很难说找到他明显的破绽给他打倒。嗯，这个不着急，要是我，你的话就着急了。我给你拼了啊！那从一开始你就觉得黑棋围的太大了，或者说我先跳起来，至少是吗？嗯，就走这个，他不担心黑棋继续围吗？我是觉得都围上，好大呀。嗯，是。黑棋如果点过来怎么样呢？说句实话，我点过来我是觉得不能挡的。哦，那我觉得要我肯定直。我哎呀，那我还是觉得有便宜我先收下。那我战斗嘛。哦，嗯，走，我再爬一下。还爬我？对呀，我要爬。能挡一下，那走火你要把我杀了。没有这个意思，不敢不敢。我一般都害怕女棋手杀棋。没有，不敢不敢，只是我主要我看他是挺危险的。我主要觉得你有点害怕了。对，好像因为我本来想搬被你搬完一照。嗯，跳的话压一压怎么感觉确实挺危险的。你就下得有道理哦。是吗？白的好像不太好这样。嗯，那我觉得不能挡这棋。我不管怎么样，我是不是觉得这不能挡吗？这个、这因为围棋的效率大概大家棋下多了有心里有一个正常的分寸嘛、我们一般控围在三路四路是合理的，对吧？这个你说这个一二三围在七路就围住了。因为他效率有点太高，太胖了。膨胀。对，确实有点膨胀，因为太高了。高高大大的，这确实有点太大了。嗯，但是刚才跳出来我又摆不赢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黑棋好像主动一些。嗯，但是我觉得实战黑棋的这种下法啊、好像想要更进一步的意思。他好像也没有强求说他是要往这靠。对，他没有强求说一定要把这控围住。嗯，或者说通过这个过程当中某种转换他也觉得可以接受。嗯，这个看上去是比这个更紧凑的下法。嗯，想围。对，还是，但其实你这我倒觉得挺简明的。挺好，简单至真，其实点我的压过来也挺好的。嗯，这个的话确实也不能期待白棋说
再跟着退吧。嗯，期待肯定是期待的，但是人家肯定不会退。嗯，这样他在场就舒服多了。对，便宜的更多。嗯，反正那又压到了。嗯，对，围起来更保险了。是的，那白棋其实也只有搬这一种。如果搬这个的话，反搬。反搬，嗯，贞子、这个、白棋贞子不利，你打了吃这个，这个被贞了你就不行。嗯，这个、搬下。所以这棋形白的被搬起来不好搬。嗯，所以也就只能搬这个了。嗯，退这个也显得软一点，嗯、只能搬这个。对，是。嗯，然后黑棋再搬完了连搬，嗯，这个好像也是这个靠之后的一个常用的后续，也就这个场合才常用吧。哦，如果没有配合的情况下，那我现在可以打这个把自己控围住，这常用吗？这不常用吧。哦，哎，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好像跟我这个点比起来不如是吧？不敢这么说，倒是。他自己更厚了。嗯，是，我还是觉得点肯定是白棋不能挡。嗯，那跳出来刚才挡下来，我可能白的不是特别，我可能这个下法走完白的作战有点被动，我可能先不搬，嗯、先这地方腾挪两下之类的啊。啊、嗯，他这个就如果能这样，他这个厚啊，他这个保险系数，这太大了，这白的。嗯，白的虽然两条边，但这两条边我感觉加起来应该都没这个大。嗯嗯，白棋是比较扁的，虽然它够长，嗯，但它比较扁，可以看出来黑的效率还是明显黑的高、嗯、对。但是就说这个下法我是觉得比较场合性的一个下法、哦、并不是说很常见。嗯，得有配合。常见的下法我觉得这个是搬这个的，这个常见。嗯，对对对，这个我往下搬是比较合理的。嗯，破控。他这个是因为上方价值大，嗯，他不怕你去捞实地，嗯，他如果能搬到，比如说实战白棋推这个，他搬到了，那他是肯定是便宜的。嗯，对，我是觉得这个棋形好像挺常见吗？不常见，搬不不是，就是这是这种形状连搬下。哦，对呀、啊，就说他比常见棋形多搬到一下，哦，很舒服、啊。那还是有便宜。嗯，对，黑的这个肯定是有便宜的。是，对，但像这样的话他搬下来了，嗯，白棋选择转身，那只能转了，再硬不能再退缩，是不是有点显得自身有点太重复了、嗯、这再硬对效率太低了，这再硬这嗯，一坨。这边如果打呢，打粘上，嗯，如果打完打呢，打完打这个我觉得黑棋已经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了。嗯，我这想跑就是走什么都行是吧，能跑，我不想跑我就飞回来。哦，跟刚才意思差不多嘛。嗯，刚才咱不是摆了一个打了粘的图嘛。嗯，你退一个看上去效率高一点，但是你这地方的味道你比刚才要差很多呀。嗯，也不见得便宜，以后将来这肯定没吃住有棋的。 嗯，所以黑棋这个跟这个也有点像，走两个也弃了也可以。嗯，要有这种灵活的思路。对、嗯、黑的只要把这围住其实就很满意，就嗯，抓住这个大的方向。对，所以实战白棋也是抓了个大方向。但实控还是有点亏。嗯，确实。嗯，实战白棋是选择这个，它正好贞子有利。对，你别说黑棋子儿多归子儿多，这个这条路线留出来正好贞子贞子有利。嗯，但是实战我是觉得丁浩下的确实也很好、嗯、那这个这种棋确实是大家都去学习学习这种下法。嗯，一边围控一边引针，这个就很高级啊。嗯，这边白棋的问题感觉是有点慢，对，太重了、嗯、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的子啊都是集中在一起的、嗯、啊，一起，而且没有目数，就是他拔了一朵花，但这朵花呢、嗯、好像是多了两个就已经这个效率已经下降了，效率本身不是很高，而且主要是黑棋现在他这打一个之后，嗯，打一个之后我们看到下面这块棋不是一个受攻的棋形，嗯，黑的如果是很好处理活的，然后这地方呢也糊住了，那这朵花它就很尴尬，嗯，它基本上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感觉有种两边都被黑棋走到的一种感觉啊、
黑棋在围控的时候还把你这条边给你破了。嗯，确实是这样。那白棋在实地，你说走着走，实地就剩这条了。嗯，那你这条跟我没法比啊。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是觉得黑棋更积极一些，效率会显得更高。哦，嗯，确实，感觉上黑棋要主动一些。嗯，那白棋其实提了一朵花之后，嗯，在这一边整体它现在只剩下了后。哦，那也还得好好的利用一下他这个后，得利用一下，得想想办法。对，不能看着黑棋就这样呼住了。是，这个棋形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嗯，哎，要来抓黑棋的问题了。嗯，这也是冲击黑棋棋形的一个薄位，因为眼见的这个，嗯，我们他肯定是先算一下黑棋挡成不成立。对。嗯，很妙，直接就跨下来。啊我也就不装了，我以为顶了班嘛，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想到的。那我是不是立打完挡嘛？对，因为它这个花现在有一个好处，这地方连上了，可厚了啊，哦！你加不死我，也争不死我。这样黑的不行。嗯嗯，这样的话，黑棋脚上就被吃了。嗯嗯，所以它就是飞的时候挡不住了。嗯。嗯，对，这个地方我觉得又是很值得我们学习了。我看到这个飞的时候，我就感觉这黑的怎么办呀？下一步就是，这个棋形很常见的，哦，这个，因为有很多时候是跳的，我们把这些拿掉，哎，比如说跳，对对对，跳这个棋一照就会有一个尖，嗯，就会有一个尖的下巴，所以这种，嗯，这个小飞配大飞的棋形，其实在对仗中很多时候会出现，哦，大家就要注意这有一个钻，嗯，因为往这钻的棋形的一个手段。这步棋还挺严厉的。对对对，嗯，这个飞的。对，正在我就是在想，嗯，这个黑棋怎么办呢？我就觉得这个黑棋走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是很好走，因为防住的。我说棋有可能会说，那我退一步，嗯，我别那么硬，你好像还是有点东西。对你挡的话，这就被对你挡我一家，嗯，这地方还是联络有问题，所以保险起见，可能就只能走这个。嗯，那这地方走这个，我像比如说点一点啊，这地方的突破口还是存在的。嗯，是的，这个棋形并没有说封住。嗯，所以我们这地方可以学习一下看丁浩的思路。对，这个非常好的思路，嗯，就是走不好的地方我们就不要走了。嗯啊，接下来。这个黑棋在这个地方又抢了一步，这步棋也是非常大。对，就是我不好下了，很灵活，他直接继续去抢大场。嗯，这个当然是眼见的好点了。嗯，本身这块棋没有完全安定，他有根据地做活，然后同时还威胁白棋，本身目数也是一个大场的价值。就是说呢，咱们棋友下棋有时候他会跟着对方的思路去进行。对对对，有时候所以看高手很多时候脱先的意识啊是非常的强烈的。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光是棋友，就是像我这个水平的人，嗯，也有的时候下着下就忘了，也有时候，就是，沉浸式的在一个局部当中思考。对，计算，或者也就是说，哦，有时候就走到一个误区，就是我的东西我是不能被破的。哦，就有时候就有这种心理，我辛辛苦苦围半天了，你钻我，那我就只能想我怎么样守住。嗯，对。有时候就是我们换个角度说，我不守了，对不对？你破当然可以破，但你也不能把我全破光。嗯，你破我一部分，我在外面如果能把这一部分弥补回来，我也没亏啊。嗯，这是一种思路。有时候就眼见不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我失去了，我就很难受。对对，是这样的。其实不是，都没有看到自己也拥有了别人的东西。对，就看到你去外面走，你还能拥有新的东西。嗯，你失去的，但是你得到更多。你其实是值得做这笔交易的。嗯，咱们得有这种灵活的思路啊。嗯，就对，就是控不见得一定要一味的去死守。嗯，关键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嗯，不要把这件事情给忘记。嗯，时刻脑子都有脱先，脱先两个字。对对对对，先看能不能脱先。嗯，对，当然争先手。他这个棋呢，确实也有不好硬的因素在里边啊。嗯，硬起来比较麻。嗯，特别是遇到这种硬不好的时候，如果没有死活问题，就是推荐大家可以脱先。啊，对，脱先。是，然后白棋，嗯，贴出来。对，给脱先。嗯，双方。那黑的就更不走了，嗯，然后黑的也飞，各走各的。对，这个就是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契合嘛。啊，契合哪来的？就是双方脱先意识其实都很强。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达不成这个就只能是
各走各的了。哦，是，这个也是两位棋手这个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气势的一个体现。但是这有没有感觉，就是黑棋就明显是速度更快。黑棋的招招棋都走在目上，白棋是冲进来了，但是白棋就是单纯的破黑棋的空嘛。它本身这地方自己的棋的形状啊，效率真的很一般。哦，就是太重复了。对，黑棋这两步棋确实都是价值非常大的，永远是非常大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黑棋这个思路还是完全可以。这个他们这个棋肯定也是经过判断了啊，白棋现在赶紧，刚说着他这个棋啊，只有后重没有目数的时候，赶紧来把这个角夺走。来掏角，但我也不知道现在掏角这个角大还是这个边大，反正实战当中一种转换，掏角黑的肯定不会搬下去了，太没这没意义，白的这都厚的不行了，就拐一个，白棋这个爬一下不便宜吗？这时候爬这个。爬，我是能顶吗？顶被你断死了是吧？好像能顶哎，哦，那可能就是，如果这样的话，白棋好像不一定便宜，因为黑棋刚好有虎一个先手，是搬也是搬了嘛，吧？先但虎。虎只能是硬的。那我就留着，我也不见得搬下去，我先留一就下，我拆是啊，飞。这样目数上白棋不一定便这宜。不便宜，这有可能走薄了，因为搬下去之后这没眼，将来中间万一整块棋，因为你这块棋还得跑嘛，跑过来这块还没虎，一会儿走走。对，那这样确实刚好凑白黑棋凑这了边个一个虎头，虎。如果你不能断，肯定不便宜。断的话，黑棋。断我是不是立了？断我立了。断也感觉白棋有点勉强。上过了，挡被扳死了。对。这白的不行，黑白的棋这不不行。是搬粘，搬粘被立了，黑的立着手。所以黑棋是可以顶住的，原来，不便宜。那他的选择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这个角有边大嘛，走成这样，黑的，然后回头就把这围围住。住了，你觉得这个点角不见得便宜，是吧？我是觉得从整体上来看，黑棋的效率真的还是很高。白棋虽然往里冲了点，但是基本盘并没有动，黑的都还在围住了。然后黑棋又抢了两个大场，感觉上黑棋该走的都走到了。我是觉得黑的这样冲黑一的下，时空明显是要好吧。当然，这中间应该没围住啊。白棋将来有手段，这种地方靠你应该是杀不了我。这地方有个口子是可以钻进去的，并没有完全围住。围住了下边。对。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打入。哎，挺拼的，这个也是寻找头绪的一种手段，我觉得。正常下，他是不是觉得意识到自己的实地不太好？形势。还是可有一个基本的能判断。不是很乐观，所以这下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积极一些。寻找头绪了。也是一种整形的手段吧。不过黑棋接下来这几手棋倒也确实挺敢下的，贴，反正，哎，反正咱们过去学的这个不肯啊，肯定是不肯，但是他下出来了，实用，你要实用，实战的下法，也是这个场合吧。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丈河三妙手的这种形状。鱼形妙手，对对对，妙倒也谈不上有多妙嘛，但是就就是是实你战。想不到嘛，不是想不到，可能小时候被老师说你这么下可能是要挨揍对，有一种的。惯性，就是认为这种形状是不好看的，亏，效率不高，但事实上，也这得盘看棋来配说合，不一定，因为他把你吃了嘛，这样白的还是不能再跑了，比较实用的一种手段，比较实战，这下法，那么这个白棋接下来胡，这个就是棋形整一下形，其实是，就补断白的不补断，这个子也不敢动，因为穿象眼形状也不好动。对，
那也正常吧，正常分寸，可能就是走一走黑的再补一下。嗯，因为这边肯定比这边大，白棋不能从这儿贴出来。转换不行，嗯，转换白的肯定不能接受。嗯，所以白棋其实就是依靠这个子，在这个地方整了一下形，接下来他飞了下去。一顿操作，对，就接下来这一顿操作怎么样呢？抓住黑棋棋形的弱点，嗯，看上去还是挺犀利的，嗯，但是整体上，我是觉得黑的也不怕，嗯，白棋是希望黑棋打回去，然后他能打到这一下就有眼了，嗯、对对、嗯，黑的还是要长的，啊、嗯，那么黑白棋，对，这是白棋飞的时候就想好的一系列的一个整体的计算啊，嗯。黑棋这个下法也是非常的，只能吃了。嗯，这样呢，白棋就先手把黑棋给打穿了。嗯，但是白棋也有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个脚上这木被挺过去，眼位木数还是亏了些。嗯，黑的这还有几了扳过，就算是一种转换吧。白棋把黑棋打穿了，黑棋呢，其实这两个子还是挺有活力的。嗯，虽然穿了，但整体白棋还是一个孤棋的一个状态。所以黑棋这个长进去的这个下法还是比较果断的，可以，黑的本身木数没少、嗯、黑的我现在这脚里还也有七八木棋，本来这块棋点木也就七八木、嗯、黑的实控并没有受损，嗯，我就一直挺替白棋这个效率这个木数担忧的、嗯、就感觉白棋控不太够、我感觉黑棋实控要好一点点吧。嗯，主要是这个局部是不是白棋的手数有点太多了？嗯、就从主要还我觉得从进程上来看，从进程上来看，嗯、黑棋的抢占大场的速度，整个进程黑棋下的明显要更实惠。嗯嗯。那么白棋现在还要继续的把这块棋给，其实这块棋虽然说打穿了，但它其实还是一块薄棋，没活呀，就是没活呀，不能把它看作是后事啊。嗯，黑棋跳，那就又落一后手了。嗯，等于说白棋后手补活。嗯，黑棋快速，哎，黑棋快速的把这个边给占了。嗯，也是因为根据这配合，黑棋又摆了一个立二拆三的棋形。嗯，黑棋就很清楚，他招招棋都走在木上。对。你看下一步棋又是如你所说。对，这个口子封住肯定是。把口子封住。就围控嘛，就实惠、啊、实实在在套进去一块控没了，嗯，而且接下来像这个地方这一走不就回来了吗，黑棋这个回来之后顶先手再一冲你又留下了，对，一步接一步的、嗯、都有收获，这个棋白棋有点难受啊、嗯、就是我是觉得白棋就是控不够，现在这棋、嗯、黑的下的很流畅，白的控招招在木上，现在就是有最后一个，我觉得白棋不能让黑棋把这块控彻底全围住，嗯，你把这个口子封住了，但这地方还有钻啊、哦、得稍微得进去一下，就如果再被黑棋这么来一个，这棋控肯定是不太够了，嗯，因为眼见的黑棋这块肯定比你这块大，那我还有这三块你就只剩看上去好像就比我差很多的样子、嗯、有点瘦、嗯、对，所以这地方白棋要想办法吧，我觉得他显然是听到了你的这个说法了啊。嗯，咱们这个高手也是判断形势还是很清楚的、嗯、对，这个确实全盘也没什么别的大的对，可能得进去没有什么可以争夺的地方了、嗯、至少这个地方还是看不清的，而且这地方走完之后呢、嗯、就说棋盘变数还会变多一些，变大、嗯、如果这地方再被黑棋围一个就全盘都定型了，嗯，都定完型之后作为劣势的这一方就连释放胜负手的机会都没有了，嗯，所以劣势下呢咱们要去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让棋盘变化变多，让棋盘不确定性增加，对，至少你把这个地方的木数破了的话能下的棋又变了很多了，这地方就因为黑棋还是有些保卫嘛、嗯、黑棋怎么围其实比较头疼， 嗯白棋这个有就往里钻，对，你看黑棋不知道怎么围的时候又脱线了、嗯、又脱线了对，所以今天丁浩就是告诉大家、啊、给我们上了一课、嗯、对，不会下的地方呢你就先放放，嗯，不着急，棋争一招先呢、啊、嗯, 嗯，然后他没有管自己的这个问题，而是直接嗯，有种感觉他在释放胜负手对，
但其实这个就说他这个直接来挑衅别人了，他就是计算的比较有自信，比较准确。他不是没把握的放胜负手啊，这个棋我觉得黑棋优势还是有的，他就是有把握的，他这个走两下不会亏。那白棋怎么样也得往外搬。往里搬更麻烦，你越守不住，你往里搬我反而来劲儿了。这个确实是很难受，这边有打，这边有打。这直接就漏了，这个空被打穿了，已经是漏到处都是了。对，有有时候别你人准备的。越是想逃避，越是逃避不了。白棋搬，黑棋断，那这个地方其实双方是达成了共识。如果白棋这个地方也又是不是战斗，是不是也有可能长起来？他要进去，我的天哪！我尖不会是后手吧？有点害怕，感觉只能拐。那虎应该也不会是后手吧？这个我觉得你应该是，你就拐死我了，我这活不了我觉得你有点危险。有可能。然后我不是，毕竟我现在形势我不好。贴一下再虎就行了。我贴你扳我头的时候我再虎，我这总能虎到，这怎么不让我虎到？我有点，我有肯定点是说能，不过去我这了，样肯是定吧？是能虎到的。好，那就让你虎到。那我总有办法活了。我这下法中，我你可以靠再使出这个你，我不用啊！我靠你挖断我，这打了挡先手，这也很舒服啊！也可以啊。那白棋这个，如果这个空再被破了的话，真的是没什么地方可以争胜。主要你被我破了，你没收获，你肯定不行啊！你白破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达成共识了，白棋是实战是应该只能搬搬，外面，应该也只能搬，然后黑棋相当于是走一个调子啊，有对。个借用。天战应该是慢棋吧，对，是慢每棋。方2个半小时，然后五分钟，五次1分钟读秒，是的是，所属以于慢时棋赛。间比较充裕，这是黑棋，应该便宜棋了。先手。老师，你看黑棋先要走几个便宜之后，他其实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可下，他都不跟着你走，对都啊，不回来围。要是我的话，我真的想围一个。对，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我随便来一个。啊，对对对，那他但是这跳了一个，又在这跳一个，也不去围。对，我觉得他是不是啊？他这里多了几个子之后，他对白棋这块棋还有点想法呢。将来就来跳个尝一下，对对对，是有想会不法，会？确实有毕竟想下法。面白棋也没有演，不，他是因为有这块棋的想法存在，他也觉得你也不能大胆再往里去。你再往里去，你这两块我中间给你切开，你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危险那么其实就是由于黑这个白棋这块棋还不活的情况下，这边白棋就不敢造次了对，所以他这个不担心，不是说我一定要围一手什么的，他这个觉得他是，有威慑力的对，他可以先攻攻看。看攻击的棋形，具体的情况他再看具体怎么围。因为你如果发狠往里钻的话，他那只觉能得不给你面你子是过分的，了。是。所以他不怕。好，这那，棋我觉得黑棋下来还很好。这个想法也不错哈。然后白棋点，那现在这个形势对白棋不利，白棋自然还是要挑衅的嘛。点肯定是搅乱局势嘛，拼嘛。那这个棋这下没点到。第一感确实也是有点意外，有点意外，黑棋也是我以想为很凶。我一直以为这就算就是对手全力就给了点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嘛，这是他便宜一下应该的。那这地方我可以看到这个反击的意识啊，确实是强，灵活，这就不给你点且，到，他真的一会儿要来点死你。是，而且对他来说，其实他的基本功是在这儿，这是不影响不的。影那响。白棋如果去吃黑棋这两个的话，这块这个本身价值就不大，其实纯粹的只是个棋精。那这一块白棋确实是要真危的有险，点危险，越走越危险了。白棋搬，黑棋搬，白棋长，黑黑棋棋再跳，跳，黑棋就没想过要站。对，这两个它其实是
不准备要的。看你表现了，可能是可以气。白棋贴，黑棋贴，白棋挖。局部好像黑的不好走了，不好连了，因为这还牵得长，已经就连不上了。对，所以黑棋就算了。黑棋这个不想打掉吗？我很想打。他有更他的大的阴谋。哦，真的吗？他这地方有阴谋。哦，他没打这下，他确实真的有他吗？的后续。我不敢相信。他这地方没打白棋就长出来，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棋形，然后他这个时候他这个冲断，心情有点搞坏了，就这是摆个的，什么情况呀？我不知道白的是不是有点没注意这地方啊，就是这冲断，不知道怎么弄。首先啊，这个白棋是不能在这儿吃的，这个明显是黑棋官子便宜了，有点明显。就是便宜多了嘛，但他好像我刚看，好像确实也没棋就粘一下，啊，对，粘一下，就粘或一者说下。你或者说你打到一下嘛，你打到一下，哦，打到一下你不行打不不行不见行，得便宜啊？这边还差了啊，不，就黑棋这我也边便不见得是粘，我有可能本身就是应该粘这个的。宜。哦，对，哦，那这样，对对对，这样黑棋白多了一个粘，你得补回去。就是已经是这地方白亏一手棋了，基本上黑棋这地方目数大概得便宜个将近一个贴目，对，就吃这个已经很忍了，所以这个地方白棋不能忍因为不够啊，啊。忍了被黑棋这再搓一把那么不白够。棋是得粘在这儿了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白棋没法动的，你打粘你总还是要粘回去的，那我觉啊，对，所以，得黑的先动手嘛。但是好，这个时候，黑棋你粘这个被黑棋这一打，我刚才粗粗看一眼，这里边味道有点浓厚。哦，它浓厚到底有没有棋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便宜，至少是有便宜。这个不好硬啊，我们来这看一应该下。只能拐。我如果提的话，我打一下应该不亏。粘。我这是给你一哦，挤，我只能拐下去。我再一冲，这个形状好像吐了。死了，不是吐了，棋筋没了。这连不上了对，呀！这个这被一吃就气，没有气了。这个已经炸了，那我是绝对不能提不这能个提，的棋被打完一挤已经炸了。是的，只那能我拐。必须拐。拐，那么这个黑棋，黑棋这先一打，我看这黑棋这一层操作呀，我就觉得白棋要吐血了。打完之后他还是一挤，这刚才我们看这地方挤一个就是气的要点，一个妙手。这一挤你没棋下，你不能拐下去，拐下去好像他冲这个又炸了，白棋棋筋又掉了，是，对吧？这俩棋筋掉了。粘被一断对，就不这行冲了，不行。这一挤的时候呢，这基本上实战属于一本道命令型，白的也只能提，然后黑的打吃，粘上之后，这一冲，这个，就直接把白棋生生给，不光是断开的问题啊，那脚不是这还有，你哎是可呀，以连，你现在是可以连，但问题你连的话呢，这下面还有活棋这地啊，方被打完一打，这个一做眼活了，而且我是，活了，这个白棋扑进来咱们就别想了啊，扑进来这个打劫，全世界找不出这个打对。劫，你打出这个带响的，你还没先手活，活，你还没活，黑 棋变成了先手活，对，你还得去做活。这个不行。我再把我这连回来，或者我这补一个，这怎么着？活了，白棋已经就走远了，控权没了。天哪，这个黑棋好阴险哦！从这儿开始没有，人家下的好，不叫阴险，人家下的妙，黑棋好妙黑棋好妙，哦。这个确实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对。白棋刚才感觉上是那么厚的一块棋。就这个空已经不是那么多了，看起来是不是？感觉已经被黑棋压缩了一层之后，里面居然还有棋。对，所以这就是你看之前他为什么不说，哎，打一下不是明显便宜吗？那他不不是我打，吗？对，我就说他里边有阴谋，太天真了他里边对这个棋形还是有，
很敏锐，就是说丁浩然这一方对棋形弱点抓的，哎呀，那很敏锐。早知道白棋就把他断死算了，不尝这个。嗯，不然这个断死是不是还有棋？断死有可能也有棋，因为他就打变先手，说不定只能粘这个。对，只能粘，那就感觉效率又差一点。哎呀，这个棋看着有点心痛啊，怎么变成这样了？一瞬间，白的也不能这么下吧？嗯，他白棋这时候应该已经，我觉得是不是完蛋了？这棋被黑棋走完一冲的时候，白棋是打了一个，嗯，哦，这样好一些。这样好一些，他等于补在外面，但是起筋还是他补在外面，就是说他现在其实粘这个倒是可以避免这个结果，现在你好像不会来活了，但是我打完了粘上，我这不是还是留一活哦，你可能不会来活了，但问题是他不活他已经便宜很多了，这其实这样的，我打完可是我先手活耶，啊，我提到这儿，我提这儿你活吗？我活啊，那我是不是粘这个大呀？哦，活不见得有粘这个好吧？哦，我觉得现在黑棋可能会这么下，因为你不能吃到这儿，吃到这儿我活，你现在吃我这个，嗯，这不就达到了我冲断你打里边的目的，然后你还损了，打了我一下，而且中间还被分开了，我还多了个断，我就粘回来就行了。这个比我冲断的时候你不粘这个，你直接吃黑的更好。那这么说的话，当时黑棋冲断，白棋只能那不能忍，那不肯忍啊，那。你又不肯忍之后你就更惨了，那没办法这也是没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忍对，就是不能忍，嗯，忍反正也是完蛋，嗯，我这样反正好歹只能说黑棋就壮了一些，只能说黑棋这个后续手段留得很足，黑棋下得好，嗯，下得好，这棋走完了粘实战，白棋是选择了一种跟你拼了的转换，嗯，白棋是拔了黑棋打吃，嗯，那样棋筋就被黑棋给开掉了，对，这样里边就没棋了，嗯，我也不用补了，是，但是就一人吃了俩，但是一人吃俩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吃的两个从战略上或者从价值上来说，嗯，就比白棋那个明显是要大得多，嗯，所以下成这样我感觉白棋已经炸了，嗯，就连得上吗？这问题是，而且中间确实我觉得黑棋只要不想让他连，还他是连不上的。让你白棋跳，让你连白的目数是不都不够。他实战就是选择了让他连，我看他就连，他就挡这个。啊，这可能是已经是最稳妥的一种下法。我觉得这个下法叫什么？做人留一线。毕竟下完棋还要相接，还是好朋友。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不行的。嗯。只要我就分段，你这个白的很危险。嗯，他这个肯定是一种非常清楚的一种形式判断。嗯嗯，没必要，没有必要，三子没必要，对吧？牢牢的把控守住就可以了。嗯，这是黑棋觉得够了。嗯，然后哎，这步棋也是很大了。这个走完了之后，还有后续的这个冲的，嗯，顶完三个子吃了。嗯，比想象中的大。嗯。白棋点进来，这样的话是这个地方有拖，嗯，这个地方有拖，嗯，但这都都是小问题，不重要，嗯，这一出你看黑的这都是顶在这儿的，嗯，我糊死你又怎么了，我狠一点我这退又怎么了，确实很想退，我退回来吗，嗯，这也太稳稳的已经是稳住，给足了面子啊，我觉得，嗯，这个可能从这部棋来看，这个胜负应该不是小胜负，应该优势很大了，嗯，这个我觉得这个退我是没有看出一点点问题啊，嗯，我没觉得这个退有任何的问题，他这个棋就选择顶住被白棋加一个，这确实很太稳了，这个黑棋只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活了就行，哎，我这个目数无所谓了。一下，然后就这粘粘就走一走，粘，嗯，也是很大呀，这个地方还，嗯，然后哇，真的有点稳哦。嗯，
这太稳了，这太稳了，这太稳了。这个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判断形势，从他这个招法上就能看得出来。黑棋就是如果你不看这形势的话，我感觉黑棋这棋下的毫无进取心，招招都是非常的消极。嗯嗯，但是形势就是可能优势太大了。嗯。白棋这是一种简超级简明定型的下法。嗯，这被白棋捞了一票，白棋很舒服，飞过来，嗯，冲，顶一个，活棋。现在黑棋就是。一边活棋一边稍微的冲击一下白棋，黑的是在活棋啊？这我不知道，哦，我以为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顶来两下？这白棋不是中间有点连不上吗？哦，黑的棋是已经活了，黑的自己还能有啥问题啊？嗯，我这尖着还有只眼，满身都是眼。我就在想他往这边走棋，但是我的话，我感觉可能会把这个棋走回来。我前面已经稳成这样了。稍微冲击冲击两下不过分吧？嗯，不过分，不打打劫玩玩嘛。提点，嗯，这个劫对于黑棋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担忧的，嗯，然后这个应该挤过吧？我感觉这个还能少收好多官子呢。这个不打了，嗯，冲挡，嗯嗯。然后白他是先拐这个，嗯，但先拐这个，嗯，黑棋是提劫，白棋冲，白棋冲了当劫才用，哦，然后提回来，粘上，这也是劫财，提，没提，懒得提了，啊，挡住。你看嘛，他还是不，他不是做活，一边为木一边做活，就觉得逆收四目，好吧，逆收五目吧，应该是逆收五目挺大的，嗯，行吧，他就是真的抠着木下，就觉得反正赢了，嗯。那么白棋，尝，哦，尝一下先手，跳，嗯，又提，没事提一下，找劫，嗯，再提回来。断一下，应该不亏，嗯。再踢，白棋也是扑一下，再踢，拐，白棋也是收控，黑棋再踢，啊，嗯，哎，机会来了吗？这是机会来了吗？这真的不会死吗？这不会死吗？这个有点儿，白的找，我觉得白棋是在找台阶，这不是机会来了，这肯定找台阶。哦，我以为是，这个确实，我们现在已经跟上进程了。啊，跟上进程，这下老张还在下是吗？啊，对，打完一冲。这我们刚跟上进程，下一步他是不是应该要认输啊？尖，啊，这里是不是还有没有眼？有眼呐，尖完这你得先扳我一下。哦，白棋这个确实是。白棋得先扳一下。嗯。这得顽强成啥样呀？扳一下之后，然后这劫是先立掉。反正立一下不亏吧。嗯。立一下不要了。挡这个。这个劫对黑棋来说倒也不算无忧劫，但问题是这个，蹭住也是打劫呀，啊，那我还不能连环劫杀你一块啊，你走我冲先手冲，不是打个劫吗？这打劫这打劫我吃一块可以吧？嗯，冲他 连环劫杀也行，这样白棋应该是不太行，不太妙，单挡一样，立也只能挡着，对，一样的，我立你挡住嘛，嗯，好一点，信一点，万一大龙死了少死点，嗯，
这个白棋现在等于是在强撑了。嗯，就是我立，哪怕我把这些全走掉，我就给你打劫，我这个拿劫财当劫财用就行了。哎、嗯，这边你冲的时候，我如果粘上是什么？有没有可能蹭入啊？哦，好像是的。啊，那这局部没哎，蹭住了吗？冲呢？退。冲。冲。就挤打劫。还是打劫。就强行挤进来。嗯。然后往这冲是什么？好像。好像可以把这气了从这溜。哦。还有这种招法。嗯。哇，其实不重要了，黑的拿着当劫财、嗯、我就不打劫活嘛，我就打就完了。嗯。我这局部十枚劫还打不爆你。哦，给你打爆了。嗯，我一枚就够了，两三枚就万劫不应。这个还是就转换嘛，你提到这儿你可以打完提三个，这一动全给你提了，但是你这全死了总不行。 嗯，还是白棋这个地方确实是在强撑了。嗯，白的还是不行。 嗯，应该我估计走两手黑棋力，对，白棋还是得搬掉这一下的。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黑棋是非常非常厚的啊，白棋打这个的时候，黑棋打这个，黑的进杀了白棋。白的就找球头场，这后手就提过来没眼。你提三个，我提回来是个假眼，这没用，就已经进死了。就你现在吃这个，他是这方团一个就行。哇，很妙啊！这是团着啥？嗯，搬也是，嗯，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千万要小点心，就别点进去。对，别点进去，别去拐。拐也行。哦，拐也可以。都可以。拐也可以。不能断。嗯、不能挤，这个力是先手。搬搬吧，这个好像看上去清楚点。嗯、对，这个。进杀了。进杀了。嗯、应该是，而且嗯，对，结果也刚出来。黑棋还要这儿先打一下，这块棋也是连通的。对，结果也刚出来，黑中盘山，他这个是找那个球头场嘛。嗯。那我们很圆满了，我们这盘棋刚刚好。嗯，刚刚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盘精彩的对局是在柯洁和伊林涛之间进行的。现在请大家先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好。我们看这盘棋是柯洁九段的黑棋。嗯。伊林涛是山东队的。嗯。下棋我记得出了名的快啊，是棋感好，下棋特别快。嗯、柯洁下棋也不慢哈。嗯，好像没伊林涛那么快吧。嗯，但是这盘棋好像从一开始的用时上来说，还是要伊林涛要多用一些。哦，嗯，可能毕竟对手是柯洁，对，一见高家。嗯。跳棋，飞、嗯，然后加这么远。嗯，以前定式我们学的定式是加这儿的。对，嗯，加这儿嘛，可能就直接就乱战了。嗯嗯，就得战斗。嗯，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战斗好像跟上一盘棋一样，都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变化。嗯嗯，这个加，之前是不是也？比较少见，对，然后黑棋是选择了、嗯、啊很妖娆的这一飞。嗯，飞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啊。嗯，就是你如果同样都要压出来的话，我比跳棋先要更生动，跳给你刺一下、嗯、刺完再压出来，黑的显得有点重。嗯，飞的话就是等于离白棋这边的后势是远了一些，本身弹性会好一点。嗯嗯，不然刺成一根棍子稍微有点呆。嗯，那么白棋实战没有选择压出来正面的作战，毕竟压出来有点损，压四路、嗯、不肯哈，时控还是有点亏。这个确实要做一下这个下定这个决心才能下的、嗯、实战白棋是先靠要拿捏一下黑棋这个地方的形状。嗯，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啊。嗯，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一种感觉吧。嗯。但这个地方就走出一个我觉得反正我是没有见过的一个变化、嗯、啊，也是我们各位棋友应该是喜闻乐见的啊，这样一个非常新型的一个变化、嗯、黑的搬这个应该必然的，应该只能搬、嗯、走别的好像都被便宜了。嗯，如果黑棋退的话白棋马上就连回了，这太舒服了。嗯，如果顶的话
白棋，对，这样黑棋其实都不敢挡下去吧？嗯、这有先手，这个地方这个段它永远都存在啊。嗯、存不存在我搬你也不能再搬下来了吧？嗯，你搬我的段，就其实挡不挡一下关系都不大。嗯，就反正白棋就联络了，黑的局不想分段白棋，只有这个搬。嗯，走别的都不太行。嗯，只有这个搬其实是最强硬的反击。嗯。走别的哈，白的都能连上。那白棋接下来肯定也是要反击的。嗯。黑棋打吃。粘上。冲过来，这个是必然的。然后白棋断。这圈好像全部都是必然的，想到这儿、嗯，就我不知道在靠的时候是不是伊林涛就想好了这样。之后是。之后这些黑的倒是有选择，嗯，哎，但是我看，之前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用时，嗯，就觉得，既然白棋这个地方用时比黑棋多，是不是也说明白棋这个棋不一定是他之前做过研究的呢？你在网上看的用时，哦，对，网上用时准吗？网上用时是准的呀，因为他们是在网上下的。是吗？是的，这棋谱不是传过来的，他们是在网上下的，但他直播室是传的呀。哦，对，但是他那放棋谱放慢点不就是时间不一样？因为我当时看到有一个信息是伊林涛迟到了多少分钟，然后被扣了多少时间，然后那他是用时快，不是，但是这个上面，扣的时间很短、嗯，可能就两分钟、嗯、加起来，但是他后面有报了一下时长。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这个地方也不见得是他是，那就心血来潮。嗯，有可能，我觉得多半是他之前摆过，但也不一定完全就是把这里面的变化都了如指掌。嗯、不知道、嗯，这个可能只有本人知道，因为确实好像没见过这变化。啊、哦，现在黑棋倒是有选择吧，黑的简明点打了长、嗯，但这个图不知道那谁好。这简明一下，那他是不是觉得这样不满意？嗯。嗯，我觉得白棋很舒服哎，白的先手吃的就很开心。啊、对，关键以后这还有一跑，跑是，嗯，那干脆这样吧。哎呦，那这边又有先手，是好像黑的这地方味道也不干净，不厚。嗯，对，所以实战黑棋选择了取角的一个变化。嗯，他这棋往这儿虎，嗯，这个是。转到脚上实地的一种选择。嗯，嗯，这个是对的。嗯，黑棋虎的话，白棋没有任何的办法。这个我打死你，必须得补，得补，嗯，得粘上。那接下来黑棋就有选择了。哎，黑棋空场。嗯，这个棋呢，很多棋可能，哎，那我这冲出来，我不是转换吗？那我就把你全吃了。嗯，那这个下法呢，多打几下其实是有点俗。嗯，打完这个之后，棋筋就被吃了。这样棋筋被吃了。嗯，他实战空场是这样的，黑棋这个从这冲过去，但这个两个子还不肯给啊。嗯，这两个子并没有死。嗯，所以实战长，白棋粘上。嗯，黑棋冲过来。冲过来。嗯，对，实战下成这个转换，黑的从脚上把脚上实地拿了走过来。嗯，白棋呢这个穿断。是下成这样、嗯，那这样的话，黑棋这地方当然付出一定的代价，被白棋打穿了，嗯、但是棋筋依然是保住了，不能给。嗯，这一人损一个，转换不知道怎么样。嗯，看上去也是比较乱的一个局面。嗯，这我估计他这个胜率的差距应该不会很大，嗯，因为感觉双方都有所得，搞不清这些、就是、感觉搞不清，差不多的样子。嗯。然后这个时候该黑棋了、嗯、黑棋也是选择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下法叉二、嗯、直接叉二、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黑棋还是有一点薄的他没有先去补嗯，他觉得他如果补一手这地方被白棋给占了、嗯、白棋叉二或叉三但这边我是不是还能失去了攻击的目标、嗯、这块不是很好攻啊啊，这块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对跑这个你也没有办法有再狠的下法，嗯，不是很好攻，嗯，所以说他实战还是想先去摊一手，嗯，先把这个根据地就给你这个先占了，嗯嗯，比较积极吧这下法，嗯，
是这样，伊林涛也是也很积极，对这个又声东击西的感觉。嗯，因为这个地方对，嗯，黑棋还是有一些的有借用 对弱点的、嗯。对，瞄着这个中央。嗯，其实可以看到白棋这个周围都是有先手的。嗯，但柯洁好像不怕。对，好像不怕，还要从这边搬出来哦。这个棋其实如果单补的话，这个白棋也是吃不掉白黑棋这个子的吧？哎，你这想法倒是可以啊，就直接补回来也不怕搬是吧？嗯，搬就长嘛，可能好像不太好。那我还是要搬，我总不肯搬这个吧？就不太肯吧？嗯嗯，就是搬这个也没看清长，然后粘上脚底跨段搞一搞。整个还是很复杂的，嗯嗯，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因为由于我这个水平，对吧？我要硬在这儿，我这真的是看不清楚，感觉这个地方随时白棋都有先手啊。这个我觉得他实际上敢搬这个一定要是经过大量时间计算的。对，这个不能说这个头一热搬上去，等被别人一断，这个棋已经是收不住了。嗯，这就是他计算清楚，觉得可战。嗯，这个还是，嗯，这里面比较复杂的。嗯。但是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敢这么去想。我觉得这个太需要这个计算力，对计算力了，这个太难了。这个头绪比较多了，就这棋形，嗯，得算。白棋打，黑棋立，嗯，白棋打，白棋是打完了再挡这个，嗯，这样的操作。黑的是不能跑了，已经。是吧？黑的这个啊，不能拐了、嗯，这两个子已经被吃了。如果拐的话，我粘先手，顶住这个地方打两下就加死了。哦，嗯，我最简单的打完一加，这上面两个就被吃了，那这个跑出来没有意义，对吧、嗯？这样肯定不行，是、嗯、棋筋被吃了。嗯，所以也就是说，像这样，那两个被吃了就不能跑了呀。嗯。黑棋这个时候是虎了一个，哎，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本身打一个不是白棋的权利吗？白棋为什么一直不打掉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黑棋不会来虎，但是黑棋却这一步就虎上去了。这步棋我觉得从心理上让白棋有点不舒服，是不是？打掉他。是不是跟这搬粘什么还有点关系之类的？他觉得打掉有亏的地方呀。哦，他就没肯打这一下，就是。对呀、啊。对，也难说。其实我倒觉得虎刀就一定便宜吗？嗯，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我是白棋的话，我这吃了我还不开心吗？开心吗？开心。我打。我就粘上，哎，我提还是粘上？打不粘便宜，我先挖嘛。嗯，挖我吃，你要兜我一包。你这开心吗？还可以啊，我觉得挺开心的。滚个包，我觉得这我粘上，我粘上还是提啊？这局部不也没活吗？嗯，我。我倒也不知道接下来黑的走我是不是提一个算了提吧也有可能但提我、嗯、我是不是也会下那你是后手那我这扎钉一下你做活这白的不对吧啊这样被封住不便宜吗这滚个包感觉有点亏啊哦那不肯被滚包吧这棋是呀、啊、这棋被滚一圈我以为已经很舒服了呢不是因为这俩不已经死了吗这个棋你这挡住我觉得挡住肯定是有一手棋价值的那我觉得心情上我挡住我目数很大呀挡住将来我打你不见得敢粘的那我觉得虎一下我不如我先打掉再怎么走不一定啊就说这棋虎到我将来打如果你不敢粘的话你这下不见得便宜啊目数那你已经是后手了你打的话嗯那后手你不要提了不也看这边情况我感觉他是觉得打吃有点卖味道他觉得这里边将来可能有点什么东西、哦、我是觉得被黑棋唬一下心情上有点 不太也有道理容易接受他觉得能接受他觉得可以、哦、因为这毕竟后面有点味道的确实不是很干净、
他是虎了吃，因为这俩还是不能跑嘛。嗯，就等于说，实战是这样的。嗯，黑的把这个提了。就你那个呢，就是黑棋滚个包走在外面，他这样他活得很厚、嗯、更结实，但是黑的收获是把这个外面这个子给提起来。哦，嗯，像这样怎么样？搞不清这是一个，一个转换。嗯，其实差不太多感觉。黑棋这个转换，就这个局部的转换便宜嘛？就从刚才这一步逼过来，到定型成这样。其实就等于说是黑棋中间补一个，白棋也拆一个边。嗯，白棋呢明显比拆边活得更厚了，嗯、明显便宜了。但是黑棋也比自己补要好得多。嗯，黑棋拔了朵花，这个花的威力我觉得还是实实在在的。嗯，也难说谁便宜吧，双方都变厚了。嗯，也就是说，嗯，这双方都厚了，嗯，大家都踏实了。是。啊，白棋现在一席话，白这个他得拆一手，嗯，拆个三，拆三，对对，白棋拆一手，然后黑棋点角，哦，这样的话，等于这半边的定型就告一段落了，嗯，感觉应该是五五开的样子，嗯，感觉差不多吧，嗯。所以黑棋现在白的可能还行。长的吧，哦，长对长，哎，黑棋对黑棋跳，跳然后白棋是压的，嗯，下面的压的定式，嗯，冲断，嗯，这也是定式的一种，对，这个定式也是两分，嗯嗯，但是我一直对于这个定式从心情上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白棋，是吧？嗯，但是我也没有什么任何理由，因为白棋下的可能妙一点，没有任何下出不妙手，心情比较愉快。啊、是，这些定式大家确实要注意啊，这定式的一定要会这步顶，嗯、不会这个顶，可能这定式就不能下。是的，顶是一个局部的一个要点。嗯，好，白棋这边走完一个势力之后，现在开拆，嗯，应该是差不多。嗯，嗯定式嘛。嗯。然后黑棋再点角，对，黑棋点角。这边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子之后，他就不肯再走普通的这个点角定式了。嗯，是。嗯，白棋是挡在这边。嗯。然后飞。比较强硬。嗯，当黑棋顶的时候，他没有挡，这样的话呢，显然又还原成定式了。不不，这还原定式，这个子就很尴尬了。嗯、这如果被搬过来，这个子可能反而就不对了。对，还是选择在这里长。对，嗯，选择在这里长。这样的话，他作战他觉得比较有利啊。嗯，因为周围多了个兄弟帮忙。嗯，哎，这个时候，嗯，黑棋居然是这个时候脱先的。嗯。黑棋这个时候是挑这个，对、嗯，因为这个地方哦，不对，黑棋没顶，这个时候挑啊，我就说这个脱先的时机好像有点奇怪，这样好一点。我顶你推我脱先怎么了？我累死你，也还没完全死，死是没死吗？是，但你也不敢脱先累死我吧？我这个，因为他这个地方他是有把握的，还是能争到先手的啊、哦？这地方如果黑棋落后手肯定是不行。嗯，他应该就是先手，也是一种适应手，看看你的态度。嗯，然后决定这地方有没有别的选择。哦，嗯、也是一种适应手，时机我觉得拿捏的还是对的。嗯。因为如果这地方再定型，再来这些，有可能有些便宜就走不到了。哦，如果这地方把白棋走后啊，我们可以看实战这个进程。虽然这个白棋是选择爬的，嗯，爬的时候黑棋这方有一个局部的一个守进，那他实战顶了一下，先顶了一下。他实战这个守进是这个跳，这步棋就很麻白棋。嗯。首先白棋不能挡、啊、也不见得不能挡哦。现在挡脾气不好就挡下去了那这个
黑棋这朵花不是正好？那就是跟你站嘛，物尽其用吗？所以这个图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要现在来。嗯，如果你这地方走多了，随着棋局的进行，这地方定完型之后，有可能白棋外面变厚了。变厚之后，你这些我是必然会挡下去的。哦，我这地方如果一旦没有后顾之忧，走厚之后，你这个点我必然会反击。嗯，这样就点了跳出来作战，黑的反而可能是会比较苦。嗯，所以他现在来呢，实战确实白棋也没敢挡下去，就是觉得这个战斗白棋其实本身来说没有把握。嗯，对吧？所以实战白棋选择忍了，所以他这个跳的时机是还是很好的，拿捏的，走晚了有可能对方就要反击。嗯，所以现在来走实战这个我觉得黑的还是很舒服。嗯，这个木薯捞的很爽，因为这个棋本身来说白棋如果抢到这个搬砖是很大的，因为搬砖完这有家，对吧？嗯，这是有家的手段，你如果粘完拐住这一打，你还不见得敢粘，我这还有顶，里边还有收气吃，这个搬砖本身就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嗯，这搬砖价值可能不比大长小，加完两下这一打，里边这收的确实是非常的愉快，所以他这个跳很重要的一手，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手。是，嗯，现在走时机确实很好。嗯，高手这个拿捏的时机确实拿捏的你很难受啊。对，但是有没有觉得白棋实战的硬法这松松垮垮的？像虎吗？但他确实麻呀，这个时候有三种下法。对，上中下。但感觉中路有点难以接受。中路，但是你反过来想呢，就是这个两边稍微都顾着点、这个、但是他就是可能两边稍微都顾着点，又仿佛都不到位。对，都不到位，就都没有顾到位。嗯，我总感觉第一手先把木、把木捞了，因为这个被尝一下，这个木数，嗯，好像区别还挺大的。是的，而且你走到这儿，其实黑棋会了这个棋，黑棋外面非常轻，以后就尝一下就好了。尝完这个空就变小很多，这个里边大飞一飞。嗯，虎这个就先把下面的木撑住。对，但是上面呢，确实是要差一点，所以就它就是麻。他实战是选择了，这算是选择一种后卫吧。嗯，都放弃了一定的实地的木数。是的，但好像有点痛。嗯，有点痛。我是觉得有点痛。嗯，这个将来被杵一杵，这个实地杵的有点心疼啊。嗯，这可能也就是黑棋厉害的地方。嗯，让白棋这个麻麻。他首先第一下就挺麻的，你是妥协还是跟我战斗？嗯，你妥协完了之后，你第二下还是麻。嗯，你怎么妥协还是个问题。是的。哎，这没办法，白棋忍了，忍了。嗯，黑棋走完这个之后，再来冲断这边。忍了，确实黑的很舒服啊。嗯，做活。冲断完一粒。嗯，这个粒好像也是很有味道。对，至少我们好像都是半粘的。嗯，第一感受都半粘。嗯，这部棋子，这部粒的味道，我觉得白棋的下一手就感觉出来了，就是说白棋认同黑棋这个粒的味道。其实，嗯，但反过来说，就有点不太认同白棋，那感觉有点白亏的感觉。哦，但他俩对上号，因为搬砖是虎嘛。嗯，他俩觉得这是正常分寸。嗯，的，所以实战白棋跳了一个。那我们可以看到，黑棋这地方少拐一下，明显便宜了。嗯，木薯便宜了，有便宜的可能性，也有亏的地方。对。因为这个地方就投什么打不到，但他木数明显便宜了呀。嗯，白的好像完全不在意下面的木数，反正我这也有大飞。嗯，这边就随便了。嗯，两边大飞都给你好了。也不是没有道理，都不挡，这些不挡住。嗯，就挡的话，黑棋肯定是要把这个搬活。那就搬活呗，虎吗？嗯，差不多。这不撑住吗？这点我就顶住，我觉得倒也还好啊。以后白的搬砖，这里边你要掏就掏嘛。嗯，反正要我可能会选择挡住。对，这么稳吗？这感觉是两位棋手对上话了，有点稳。那黑的肯定比搬砖要好一点。嗯，我觉得比这样拐一下，毕竟木数先亏。嗯，哇，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变化物。那棋手还是很有创造力的。要你肯定搬砖，想都不用想。哎，
不一定哦，搬家三，他都跳在这儿了，我觉得我不一定搬家了。那你不搬家，你挡的话我就会了。你跳我就，那你不搬家也只有这个了。那这个我你不走被人先手搬家，你不能不走啊。哦，对，你说的也对，但是我这个我至少我得花很多时间去想。想完之后能不能成，想完之后肯定算。就是还是需要勇气在正式比赛当中。想得越多越不敢。哦。这个很拼，这首是这个。如果说白棋退让的话，我就怎么退让？猴一个，猴一个还能冲。不，猴一个问题是他再搬砖，他已经破坏了你的棋形，已经便宜多了。对嘛？我就是想说这个。是你说的对，对，说的是对的。所以白棋没有办法退让，没有办法退，只能反击，反击搬一个，搬。然后黑棋，哎呀，这个感觉又杀起来了。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也，这个肯定是要拼计算了。这个一看，如果说黑棋粘上面的话，白棋拖一拖就可以了，是吗？我爬一爬。你不已经死了？我拖你干嘛？哦，这个棋好像是差一点。这你怎么？这个哎呀，就差一棋而已嘛。对对对。确实这个简单就不行，对，直接收就行了。所以说黑棋一定得团上这口气，这个没什么好犹豫的了。黑的只此一手。那么白棋打，黑棋长，白棋再打，打白棋真字有利，白棋真字有利哦。啊，不是有价，我没算，我就说这个。那黑棋这之前这步棋，要是搬一个多好啊，这断一下。怎么又倒到前面去了？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有道理。如果当时是搬粘的，我这不断你一下，你不就吃不掉，夹不死我了吗？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对吧，你走这儿，那我再走这儿，是不是？那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这可能进程就不一样了。可能是有点区别吧。你看白棋懂了吧，白棋这手棋我懂了。问题是你没有拐又不拐的坏处。问题是我挡住你连点都不能点啊，你点我。对吧，是。不知道实战，反正这样之后，黑棋由于没有紧住白棋的气，黑的就只能拐。啊，那这个地方，黑棋不是 爬不到是吧？没招，没招。黑棋死了。黑的。搬拐，是死了吧？拐。业余了点，腰间。你拐完搬我加出去啊？那我走这个不行啊，这被你挡死了。啊、我只有这么下。所以他拐应该不如尖吧。那你还是一样有加呀。是啊，是有加，但这个子放在尖的位置要好一些。细腻。这个黑棋恐怕气不够吧。为啥呢？为啥黑的气不够呢？这个。你能进杀我？让我好好的算一下。展现我计算力的时候到了。我感觉像个打劫。啊？进杀？我不是脚上不能尝一下气吗？爬一下，还要怎么样？爬一下不顶用啊。那别过分了，那你顶用，它就是本该如此吧，对吧？就是这样。这样的话我吃不掉你啊，一眼看过去。这个黑棋确实啊，这个白棋如果能吃掉黑棋的话，黑棋在干什么？就是肯定是吃不掉。你终于悟到了。对，高手的棋没那么容易吃的。终于悟到了，所以我刚才说这些不好吃，可能也是觉得柯洁他不能这么死啊。小丑这也死了。小丑竟是我自己啊，原来。全死了。啊，这个不存在啊，这个白棋不可能这么轻松的就吃掉黑棋的。他实际上是搬之前先连搬了一下。连搬，大家都是有计算力的人。连搬猴出去。就这个接完了之后连搬了一下。他在加的时候，你加我的时候他先连搬，因为连搬如果你现在吃走，那也只有猴吃一点。就我力直接力死了。对，他就觉得滚包有力。
先搬到，然后再粘上，再虎的一样的，嗯，就等于说度过拐了一点。长，这就精彩了啊！我们看看这个地方的杀气是个什么情况。这就是直线的这种计算嘛，嗯，然后就铺，铺完了，这是什么呀？什么呀？收呀，这正常收气哦。哦，原来是这样。嗯，黑的这时候就不提了嘛，因为提不便宜啊。这不就死了吗？死了？怎么又死了呢？这我怎么又死了？我至少是个打劫吗？哦，你扑一下。我搬也行，我打劫还不让我打劫吗？哎呀，搬是不是也能打劫？人不能太贪心啊，对吧？是。哎，这不是缓期劫吗？打劫，对，缓气劫。那缓气劫不好，对黑棋有利的缓气劫。那为什么不打缓气劫呢？嗯，那是不是因为我走错了呢？我没有走错。你就收了我口气。我没有走错。那你收我口气，那就是黑棋有利的缓气劫的话，劫财在哪里呢？怎么感觉还是黑棋的劫财多呢？现在上面有劫，不是白棋的劫财没有看到，主要是。对啊。嗯。那黑的为什么不提了呢？哦，黑棋为什么不提呢？哎，等一下。其实如果说完你不加这个，你挡这个是我就死了。没有啊。没有啊。死了。哦，对呀，我已经尝了一口气。这被收一下死了。嗯。哦，我刚才真的是计算很有问题啊。我这还是有点复杂的。我刚才竟然从这边开始算气，然后我发现怎么这黑的脚死了，但是就是说那白棋确实很想扑这一下，不扑这一下他觉得不肯是吧，就刚才白棋不扑直接收完一档，不是黑的已经死了吗？但这样啊，这样不一样，这跟这个不一样。对对对，嗯，差了一口气呢。嗯，差了这边的一口气，但是脚上是什么？脚上我就有手段了呀。什么手段呢？扑呀。哦，我插了这一口气，脚上不就不一样了吗？这计算还是很有问题的。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这后这还有个子儿啊。嗯，我粘呀。啊，这样。嗯，那也没死。对，但是也是个对，这是对白棋有利的解。嗯，对吧？而且你可以这样之后，我还可以先压你两下。黑的话就不太行。怎么变成了白棋有利的劫呢？哦，搬你一路不是我有利吗？我不是可以先立吗？嗯，你先不是这样子。你先立，我走这个，然后你扑，我再扑。嗯。还是个怪劫，嗯，还得跟那边打，嗯，啊，黑棋有利，黑棋有利的劫，对，嗯，那如果全局从劫财筛来看，是不是还是黑棋会好一点？黑的那儿也不知道是不是劫，啊、哦，也难讲。不，但是问题你这么下，白棋劫可能也轻了，因为白的外面能便宜好多，嗯、白的再压你两下什么的，嗯，就不打劫，他可能不肯，他不肯就被白棋便宜。所以当白棋他没提，他没提，因为提毕竟是一个里和外的交换，嗯、你提白棋走上面，这个交换可能不见得便宜啊。嗯，他直接扑进来，直接打劫。嗯，扑这个就是打劫了嘛。哦，他这个好还是你提这儿先被收一下进去？他这个不是好不好？他这明显是另外一种，这就是直接就开了。哦，他这个直接就开劫了，而且白棋先手提劫。那黑棋的劫财，就黑棋就管嘛，他想好了，好刺激。实战就是一个超级大转换。嗯，这种棋我觉得在实战当中进行这个判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白棋在消劫前还压了一下，这个压了一下，黑的还顺势打了白棋一下。这样的话，脚上就留下一个活棋了。对的。嗯，但就没让白棋一手棋补那么好。嗯，打了一下之后还是要长，然后白棋消劫。嗯，这个转换怎么样？
那一时半会我能叫怎么样？黑棋还拐了一下，这个感觉。哎，黑棋先拐。拐了一下，拐了一下。这样的话，本来等于白棋补的话，直接补在这儿了。对对对。嗯。而且你拐不到这一下，你拐我直接就粘了。嗯。这样的话可以多留下点味道。对，打一下是对的，很细腻。嗯嗯，打一下是比较细腻的。然后顶，白棋虎黑的是拐头。嗯，这个确实。这个转换怎么样？现在看这个可能还是这个好。哦。现在是目数比较重要。嗯。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黑的吃的也很大。嗯。而且我感觉这个劫是黑棋主动挑起的，是不是黑的有判断？黑的有成算？是不是还是很难说呀？这棋超级大转换，嗯哼，嗯，搞不清，真搞不清，这得判断好一阵子。嗯，这个大概的目数黑棋差不多，是，黑的这块大概七十五目总是有的，嗯，加这个角，黑的是不是有将近九十目？嗯，黑的有将近九十目的棋。白棋呢？这长一下，先手打住。大飞，七十加这八十，八十多。也不少，感觉八十多。嗯，嗯，搞不清，这中间算是这到底算是黑棋的后势的头，还是一块孤棋？他肯定不能算后势的头，我觉得。但是黑棋这边有是有头的，这边是有发展的。但他跟这个已经快连上了，感觉中间的潜力。所以白棋不答应嘛？白棋一定要把你这个地方给你搞断。那黑棋还是要把想办法把头整过去。嗯，实际上黑棋是确实选择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白棋把它断了之后，黑棋就直接就弃了，就走这边。这断，它太小了，看着不太大的样子。哦，那么白棋这个时候是这手棋比较大吗？那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搬两下皮能不能飞呀、啊？哦，一定要让黑的连吗？但不要走得那么清楚，自身有一点点，有点怪，确实有点怪。这边顶一个，这个棋形好像有一点点吃不消。所以你看黑的。当后士在用啊、哦？好吧，但这个后士也随时准备弃子。可以弃啊，这、嗯、这个因为它没有什么虚空，就是七个子十四目。对，哎，那这么说，其实我觉得白棋这个确实小了，不是很大呀。对啊，这边很大呀。但这边也不知道怎么走，这分寸掌握在什么地方。嗯。实战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的定型啊？因为。走完之后就是非常明显的白棋吃到这个啊、哦、尝了一 下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白棋吃的感觉没有黑的围的大呀，你就得搞这棋，如果白棋不搞、嗯、白棋这大亏哦，黑的如果这全是空白的走远了，嗯，就刚才我们可能点不点不，突然黑的长得比白棋大多了，对，白棋这个几个是杆子吃了、嗯嗯、是这个转换不行，所以白棋得拼了，白棋搬找点味道，我是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小，这几手棋怎么就，但本身搬如果说用不上这个味道的话，其实本身是损的，他怎么就把自己逼上了一个拼搏的一个状态，本来我觉得形势很难说嘛，嗯，这已经是，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一定不能，这反可能像是胜负手，嗯，总之这个白棋在这一半在这、嗯、这个地方的这个下法是他是先捞了一笔，然后跟你拼，对，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嗯、就是也是也不是、嗯，反正就是搞出棋了，他可能就赢了。那你看哪种棋啊？嗯，要是黑棋围上这一块的话，其实就这边如果能就这个角围住，然后围住这块，他还是不便宜吃这个，对吧？角围住，然后再围住这块，那我你活在这儿吗？你活在这儿吗？那跟没活区别也不大啊、嗯，好吧，他都已经往脚里搞去了，嗯，这个反正就比较乱了，这是、嗯、这什么呀，这是黑棋跳，这棋不能挡、嗯、挡被搬了一虎，这打劫受不了，因为这棋打劫的话白棋明显死子都是劫材，黑的没劫材，嗯，但是看起来这个地方黑棋好厚啊，
这个白棋怎么样去腾挪呢？不可能光脚，它有外边。嗯，感觉这个白棋应该是进入读秒了，这下打显然是。我不太相信伊林掏读秒了。嗯，那他没事，我觉得应该不会去打那个。你觉得呢？我觉得是。嗯，肯定是为了这个有一次一分钟的延时啊。他在中间靠完，中间靠完，然后这，你别说白的这个撒豆成兵，这等完一再一顶。可是你兵都兵在别人厚的地方。黑的全印住。对。嗯，你这个地方的眼位也很尴尬，没啥眼位，就是你对你这也没眼，你得打得断掉才能保证联络。嗯嗯，眼是没有的，而且黑棋冲一下，你这两下都得马上走掉。只能说是搞黑棋吧，这棋。嗯。再搬这个。哦。搬完一坐。嗯。非常神奇。这我感觉我可能想踢他。嗯，应该是踢吧。看一下。对，你的感觉还是对的。我第一感应肯定得提，因为不提白的就打结活了。对，但黑棋局部灭眼的最好想法是提，提还能威胁你上面的联络的厚薄。嗯，一般杀棋的时候都是尽量不要给别人对更多的变化和利用。就搞了半天，但总感觉白的好像希望渺茫啊。是，主要黑棋中府确实挺厚的呀。没看出有什么路的。嗯，连扳。下面反正是没有眼。连扳。连扳，连扳是什么意思？如果黑棋打这个，他粘上，是不是有可能会出事儿？他感觉打好像是的，打错边了吧？啊、哦，这个如果黑棋补这一长，这杀气谁都看不清了。不，就杀气来说的话，你打上面白的气会短很多呀。打这个，嗯嗯，这样白棋连不回。这样的话，你退我不存在杀气，杀气是不是还是、嗯、没有杀？哎，有杀气吗？没有吧？搞一搞，想办法把这连回来。但这样白棋气会短很多，肯定是。你看，他是有搞头的。我这第一感，我感觉我能把这连回来吧？这个我觉得我头有点大。我就是因为他搬一个是先手嘛，这会有 low 对不对？我提，我杀棋一方，我要把棋走得干净一点，不给你任何借用。嗯，我就当了。嗯，你靠不住。嗯，还是说我长？我也不知道啊，就。好像有点味道啊、哦！你尝这个，有点怪。你什么都要啊？我，那你真的是什么都要。嗯，搞不清，搞不清，不知道，可能死了。嗯，搞不清。哦，棋呢肯定是黑棋主动、嗯，白的可能是试试看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像是不好走，余味哈。实际上黑棋选择拐的，嗯，拐倒也是可以呀。这个白棋搬、哎，对，我就想问搬呢？嗯，你硬说就给你回来呀，我刚刚说了、哦、白棋就回来了。No， 你这杀气跳进去。啊，这个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又得重新算了这个棋。是算是算，但柯洁就觉得自信，就是算了一下，觉得黑棋七应该长，黑的往里跑嘛。算了一下，嗯，这肯定是算了，凭感觉啊、嗯，这不能凭感觉吧？那这个跳，我觉得确实也是很难捕捉啊，这步棋。很简单嘛，你不能吃我呀。嗯、对啊，那我那我跑得快啊。你就嗯，也不怎么办、嗯，你先看上面怎么办。这上面如果被黑棋走过来，白的好像气不太够。嗯嗯，我如果说点呢？哎，点是什么意思？还有这种操作，点我一挖。啊，我知道你要挖。哦，好像不对呀、啊。我如果打，哦，这么帅，我死了吗？
你是故意的吗？不是故意的呀。那算了，我上面没有气，你提先手没有气。故意的不像行吧？不像行的样子吧？不行，这个地方看来真的是黑棋这步跳难倒我了。我就是在长气，你我也不知道这步怎么下。白的也去长气，白的也去长气。我还这也没看清，但总感觉白的勉强。你以为我跳了，随便跳了一个？没有没有，这个实战他跳的。哦，走这个，然后冲过来，拐过来，然后呢？然后再冲。长气，想办法长气，对，想办法长气。我提，我不给你搂。一沾上，这是什么东西啊？真是。然后我再吼。哎呀，怎么感觉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黑棋始终是让你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的，对不对？嗯。啊，你如果沾的话，我就冲。嗯。嗯，你这个长不出更多的气了，幺三四五六六口气吧，大概就黑的就要长出六口气以上。嗯、放眼望去，应该够。这么快就得出结论了？放眼望去嘛，嗯，放眼望去的第一感吧。好吧，看来白棋这个跳很好的一步棋啊，这还不错嘛。确实不知道怎么样去紧他的气了。嗯嗯，感觉跑得很快。嗯，对。实战是先挡这个。哦。挡这个就是相当于粘嘛，一样的，就等于你粘我拐了一个嘛。嗯、哦，对，一样。白棋等于打了一下。然后白棋做这个也。嗯。这是有什么用吗？有用的吗？他是要打将。他你走，他是要求这拐是先手还是什么？拐，问题是肯定是后手呀。那我拖呢？打完了。我就粘上。我就粘上，就粘上。三口气，你上面就三口气，我行啊，我上面不四口气吗？嗯，我上面走一手，你三口气，我打一下呀、啊。对啊，你除非你扑我。嗯，我就是这样收呢。我粘上呢？那不是三口气吗？那不一二三四吗？啊、我这有个子，那我这不有口气吗？一二三四吗？不是，我说我收一个，你三口气吗？你这个地方能拱住这儿吗？我就是在说这得拱住，好、啊、可以拱住、啊。你顶完了拱住是吗？对，就我做眼，如果你灭我眼，我灭你眼，我这地方我就先打一下，把大家看清楚点。嗯，打一下，然后这地方不，我灭你眼可以灭在这儿哦。啊，那就说嘛，那我鼓作业，我反正这个意思吧。不、哦，我打掉。嗯，我就要求拐先手，我也不知道拐先手有什么用。啊、我不给你先手。那我是拖了一级。哎，我这个放到这儿来。哎，我能不能跳过去？你放到这儿来，你赢了呀。我豪着回去也行。你赢了，嗯，对，你放到这儿来可以。嗯。这不对，反正你就可以放到这儿了，你就应该放到这儿了。放到这儿吗？啊？嗯？嗯，实战是。这个上面。黑棋，我们看实战嘛。这都保留着没走。嗯。这样是局面是这样的。嗯。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没法放到这儿。嗯。你不先顶就可以了。啊、对，你可以冲。对对对对。对。那还是有点棋的呀，现在。啊、嗯。然后黑的怎么先动手了？打将嘛。打将卖掉这几手棋是不是跟气有关系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实战黑的把这全走掉。嗯，全部打完之后，跳下去了。嗯，不杀了，那块棋已经不杀了，放你活了，把中间吃了，把这跳下来，杀你这根棍子就可以。哦，这么灵活。就放这块活，因为他已经把棋筋吃了嘛、哦、他跳下来气肯定比白棋长，把棋筋吃了，他不是灵不灵活，他可能先手便宜，如果说你走他可能是白的能活，有道理，那你活了之后我回头再杀好了，有道理，这个地方白棋再拐的话已经没有用了，白棋打的时候黑棋可以退，哦，嗯，对，所以黑的先长气所以对，所以他打直接就退就行、哦、啊，我觉得黑棋这个下的是对的，这好像白的不行，
嗯，还有这种想法，这种思路，特别是在这种混战当中啊，这个棋真的是实际上，千我们变万化，很看容易打出问掉这题。一下，对，黑棋现在不执着于杀那块，先长期是对的。白的是怎么往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虎，这是干嘛？他想跟白黑棋这块杀吗？啊，还有这种杀法？感觉上不对吧？这个下面。这是在长期吗？断一下，他是有这种想法，好像。我跟上实战了。差不多，不对，没有。鼠标不能用。白棋先把这个做活，也就是说，白棋现在中间是没有问题的，中间黑棋是没有问题的。白棋这么走，就是只是说以后跟他杀气而已，跟他可能收一气。那先把这个做活。就是现在黑棋要把这个吃掉就可以了，但如果黑棋把这个吃掉的话，白棋这一串肯定是那肯定不行，你输亏的有点多。了。啊，这怎么活？这不好活吧？看一下，白棋尖，黑棋挡，这应该是活不了的。因为你现在拐是棋，后手，黑棋打。白的这拐现在对这边上面是后手棋长，这有啥黑用棋粘。啊？现在黑棋上面好像已经算清楚了嘛，这个杀气白棋不行。白棋虎，黑棋挡住，就这个黑白棋肯定是不行了。活不了吧？上面，对，这个是这盘棋的最后一手棋。没了，没了，就是。那黑的粘到是，这了是吧？对，白棋跳一个，然后黑棋就在这儿，这中间白棋已经就是死这个拐是后手，这块棋肯定是活不了。了。好像是后面，我觉得其实倒也挺乱的，但是好像黑棋确实是抓住了重点，要有力一点，白的显得勉强。是不是从这个决策还是有问题？把它长完段之后再拼，显得稍微有点勉强一些。柯洁这盘棋下的还是很精彩啊！这是弃子大棋子啊，对，因大为棋子这的盘一棋确实个。转换很多，黑棋似乎都是把控住了这个局势，黑的下的还是比较清楚。发挥不错，柯洁应该这盘棋下的还是相对来说还算是顺利的吧，挺是的，顺利，棋博挺精彩的，双方杀的非常的激烈，对，波澜壮阔的这个地方，这么大一块棋和这么大一块棋的这个转换啊。对，但是柯洁这计算还是很精准，最后也没出什么纰漏，还是把白棋给吃掉了，是的，好好，局。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也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